青少年军事夏令营，遵守营规，遵守营规，严守纪律，严守纪律，积极参与，积极参与，努力学习，努力学习，绝不放弃，绝不放弃，为装备自己，为装备自己，服务社会，服务社会。其实不嬲，我对解放军、解放军都有啲好奇嘅，之后想体验下佢哋嘅生活，因为我嘅目标都系想大个咗，想参即系从事纪律部队嘅工作啦，所以我想通过呢次的夏令营我可以学到令自己变得更加自律更加独立。